是，可惜了。可惜了呀。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对面中路姿态呀，我打了个闪。 大捡着玄翼呗，去这里堵他。他如果来的比较慢，说明什么？说明那蛤蜊应该是红开。但他来的这么慢，说明。 来的这么慢，说明他绕了一圈，不能上，简直猥琐！夹我！不用买了一瓶药，很烦啊！这得闪了。 闪不行了，要给我夹死了！买了一瓶药，兵线也不太好。 这波属实没懂，下回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就回吧，我就不上去推去了。他乐意卡就卡吧，他卡不卡，我们也打不过他。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算了, 推推吧.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我们家这个包女儿现在她的优势应该比较大，这小子马上都快六了，把我经验全吃了。这也能踢着我？ 这感觉是要越塔呀！
啊，升了。적을처치아군이당했습니다等六吧，我五级能跟他打是能跟他打，但是我不想跟他打，就跟他打不合适。等六跟他打吧，等六把他杀了。差经验差那么多，等六别着急，千万别急，慢慢来。这兵我都可以不要。夹着我！哎，刚才这波没夹着就好了，给我夹着了。敢放技能？不行，我还得推一波。回家了。这把蓝应该够，女神之泪先不出了，先这么出。我看一下啊，这波他不传，我们直接猜啊，如果他下去了，这四层塔比没了，如果他不下去，那就不下去了，下不下去都可以，回家了。我断了剑卖了，先把三项出了。不行，只能卖多兰了。十分钟三项还可以，还可以。
他挺狂啊。这包子没有闪吗？啊，没有闪，没事，这个蛤蟆死了，看我的吧。你跟我打，妹妹，我这叫三下。啊，妹妹，我这叫三项之力。不要打峡谷先锋，非得要送。那吸血鬼太笨了。吸血鬼真是一个笨重的英雄。哟，什么鞋？还追呀？追啥呀？哎，我不回家。就你会出吸地海啊，我就不会出吸地海，是不是？给我整个吸地海，还你看俺俩谁吸地快，今天我让你吸地吸地。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그게전부냐제압되었습니다저다메일라狂！你是不觉得你死不了？你给我出来一下，我看看。瑞饼，你感觉你俩打得过我吗？一换一，제압되었습니다。一换一行吧。这把女神之泪不要了。哎呀，不合适啊！我六百呀。他一杠四啊，我才发现我六百块钱。不出女神了吗？这把蓝不太缺，不出了。其实我刚失误了，爬着没来，我应该能杀俩。那瑞饼没有一点点伤害，瑞饼。来打峡谷先锋，吸血鬼去下路收兵了，打吧。少用点蓝呗，
大楼有没有人守？没人守，我拆了啊。这锐饼啥意思啊？一个人要打我们家三四个，我天哪！跑啥呀？哎，跑啥呀？这有啥好跑的呀？这有啥好害怕的呢？哎呦我操！杀我那可杀不了，那文音怎么血条没了呢？文音血条好像没了一下，哎呀，文音可太惨了。你快点过去帮人家打野去，打龙去，我得打他们家一个小鸡儿。哎，打你个小鸡儿，给你留一个。上路守一波。猎手肯定是得有，然后我们黑切，这把要是叠魔切太费劲了，不好叠，再出得三十来分钟了。二零，这不能让他跑了。这能让他跑了吗？往哪跑？哎呀，虚区有点高。哎呀，他虚区。天哪！齐亚娜在搞笑啊！吸血鬼能秒得了吗？中推。顶他行吧，其实顶不顶都无所谓了。那文音怎么死的？削死你！你大爷的！还挺秀，哎呀，还挺秀啊！这小哈子给我秀了。
도저히 막을 수 없습니다. 真没用，真英雄，他不会玩儿。阿古尼探险师，这样子。我马上到来，我晕他。你往哪走？大龙啊！啊，大龙，大龙没打野咋打呀？不过吸血鬼确实是不能让他起来，兄弟们。小龙吧。整个重伤不用，不用整重伤，这一点威胁都没有。那吸血鬼也不打我，吸血鬼打别人，有没有重伤没什么用。先干一手这蛤子，蛤子人呢？哎，刚才还进来了呢，后边打蛤蟆呢，我追他。把他杀了，我们龙魂，小龙小龙小龙，龙魂投降了。等他回两口，回两口血你就后悔了。我后悔啥呀？这有啥好后悔的？我都无敌了，我有啥好后悔的？21分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不容易啊，这分儿加的可是可挺多啊，这回。